1990年，美国芝加哥首次出版的童话故事《绿野仙踪》里，那个渴望拥有一颗心的机器人，让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科学家们就如同故事里赋予机器人心脏的奥兹国王一样，使得机器人得以从童话中走向现实生活。无论是在工业生产线上，或者科学研究的实验室里，甚至是在许多科技展览会馆中，处处可见机器人的身影。对人类来说，机器人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机器人的存在也引起许多话题和关注。机器人的领域实在是发展越来越多元，但是主要还是为了人类所需去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做机器人其实就是为了未来的世界，未来的环境，我们可能会有用到在娱乐性上面，或者是在帮人家做一些替代的工作的方面，它有这个未来的未来性。不论是工业用或是服务性的机器人，智慧型机器人都是现今世界各国研发的主要趋势。所谓智慧型机器人，指的是一种多功能的多轴全自动或是半自动机械装置，它可以透过感测器感知环境，再透过程式化处理达成智慧化理解，最后反映出所需的动作来执行各种生产活动，提供服务或是具备与人互动的功能。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2012年的研究报告指出，专业服务型机器人在2011年约售出16400部，比2010年多出9%，销售额增加6%，达到$36亿。而娱乐机器人的总销售额约达$1.66亿。IFR 同时预测，到2015年，服务型机器人的全球产值将达到$163亿。仅仅是个人用的服务型机器人，也将有约1560万部的销售量。在机器人的家族中，娱乐、教育、清洁等机器人都是属于服务型机器人产业的一环，对于未来的发展将会以专业应用为主。但是个人化服务型机器人将随着技术的发展，不仅产品越来越多样化，就像是电视机一样，机器人将会进入到家庭的生活之中。人形机器人是最早深植人心的机器人家族，因为人类将外形和自己相似的机器人投射在影视和文学作品里，缔造出许多家喻户晓的机器人角色。有些人形机器人具有双足，用以模仿人类走路的形态，然而人类可以借由肌肉组织、骨骼、腰身、脚踝等各部位来平衡身体的重心，但是大部分机器人并没有肌肉组织，只能依靠自体机构有限的自由度来平衡。因此，为了让人形机器人在行动上具有更稳定的平衡机制，国立中央大学电机工程学系的师生们研究开发了腰部稳定双足机器人。人形的机器人要做一个稳定的控制哦，其实国内国外都很多，但是大部分的双足机器人的一个稳定性都是靠脚踝，脚踝里面的控制来做稳定。那目前可以说国内或者是全世界，我们参考文献以后发现很少人在做腰部的一个自由度，所以我们就想说，假设我的脚踝控制不了的时候，我增加腰部的自由度的话，
我觉得可以大大的改进。相较于其他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不论做任何动作都必须考量平衡的问题。当人形机器人展现动作时，机器人的整体重心会跟着改变。如果整体重心的坐标位置在机器人的脚步范围内，那么机器人就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如果整体重心的坐标位置离开了这个范围，机器人就很容易倾倒。透过整体重心的判别，就可以掌握机器人每一个动作的稳定度，再透过姿态平衡控制器，针对不稳定的动作进行修正，以及调整机器人姿态。这个修正的工作就是借由驱动身躯、膝盖、脚等各部位的马达，迅速地改变倾斜的角度，来达到机器人的平衡状态。然而，当机器人面对更为多变的环境，像是崎岖地形、不断震动的地面等，仅靠脚踝弯曲和机身角度的变动来平衡还是不够的。也因此，中央大学在设计第二代的双足机器人时，特别改良了腰部机构的设计，并且增加了空间感测模组、视像镜头等装置，又设计一个模糊控制器来控制机器人稳定度。为了让双足机器人在平衡上更加灵活，整个机体总共设计了22个自由度，而绝大多数的自由度都是分配在脚部和腰部。这个腰部机构不仅可以前弯后仰、左右侧弯，还可以做到旋转的动作。这些灵活的多方向机构设计，可以让机器人在面临地形变化时自由地转换姿态，达到随时随地都确保平衡的状态。一般人家的举重可能就是重物原本就挂在手上，然后只是举起来。那我们有了腰部机构之后，我们重物是放在地上，机器人就是弯腰的姿态，然后再把它举起来，所以在动作呈现上就是会看起来更生动。除了辨识目标物、举起目标物，腰部稳定双足机器人所能从事的动作任务还包括了单杠平移、斜坡平衡、追踪目标物以及射击目标物等。单杆平移主要是利用机器人腰部的左右摆动，使得机器人有了摆荡的作用力，并事先在机器人勾形的手上装置一个摩擦点，透过这个摩擦点和单杆间的接触，以及手部的移动与腰部的摆动，让机器人能够顺着单杆左右横移。斜坡平衡则是难度较高的动作任务，我们利用模糊控制器提供腰部修正机制，快速地修正机器人的重心位置，以协助脚踝和髋关节修正的角度之不足，而达到机器人在斜坡上平衡的效果。模糊是人类在生活中常用的感知特征，日常生活中人类的思考模式就包含了许多模糊的概念。例如，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会穿多一点的衣服，更冷的时候会穿得更多。当雨下得很大的时候，我们会跑快一点，雨变得小一点的时候就会放慢脚步。这些多一点、小一点、快一点、更冷、更多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模糊性。一般人类的思考模式不是只有开与关两种绝对模式，而是具有柔化的模糊性。因此，所谓的模糊控制，就是利用电脑来模拟人的模糊性思考模式，
按照人的模糊性概念的操作经验来进行控制机器，实现控制的目的。这个模糊控制机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它可以很柔化的去分配我们的输出的input 的资讯。那我们 input 的资讯就是我们的斜坡的角度，那今天斜坡角度会有各种变化，所以模糊控制机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很细部的去分说，我今天这个角度进来，我脚踝应该修多少度，那这对于机器人的平衡上就会有帮助，不会说就是很硬伸几度就要修几度。那透过模糊控制器就可以提升它的修正的方法及稳定度。第二代腰部稳定双足机器人的研发重点就是让机器人在斜坡平台上能够自主判断倾斜程度，同时柔顺地调整姿势保持平衡。有了这样的设计，机器人就可以做出难度更高的动作。我们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一边看物体，追踪物体，然后一边保持平衡。假设你没有腰部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譬如说东西一直跑，你要追踪那个物体，结果你因为你没有腰部，所以你必须移动脚，可是你要顾到平衡，你就会跌倒了。所以我们必须腰部有一个自由度，让它去移动上半身、头部来跟随物体，但是脚部它还是维持去适应那个不平的地面。腰部稳定双足机器人的开发，使得国内人形机器人在自主性平衡的功能上有了重大的突破，也将使得智慧型人形机器人对于人类未来生活的服务提供更多的注意。科技提升了人类的生活品质，若将音乐与科技两者结合，又将会创造出什么样让人惊艳的结果呢？位于日本东京的早稻田大学，早在1990年就开始了对音乐机器人的研究。对于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来说，娱乐性正是现今服务型机器人研发的重点之一。We would like to find out more about how humans actually play an instrument and how humans communicate during playing an instrument. So we tried, as I said, we tried to develop the robot in a way that is very similar to humans, so that we can see what kind of motor skills, what kind of movements are necessary for a robot to reproduce the sound production, to reproduce the playing of the instrument of a normal human person as closely as possible. And the second reason why we developed this humanoid musical robot is to develop new kinds of musical expression. So we were thinking that if we build a robot which has like the ability to play a normal instrument like the saxophone,机器人能够吹奏乐器，肺部机构的设计是相当重要的关键。2008年，早稻田大学机器人开发实验室推出的吹笛子机器人，替肺部机构设计的技术奠定了成功的基础。This is an anthropomorphic flute playing robot. So this robot is able to play the flute at the level of an intermediate human player. As you can see.Here, the robot has different hardware elements, where the central element is this lung here. So the lung works similar to the compressor of the saxophone robot, the result is similar to the compressor of the saxophone robot, but the principle is different in the way that here we try to emulate the human lung as closely as possible. So this lung also has a similar air volume to the lungs of a human. So a human has about a lung volume of 6 to 7 liters, and the same we have here with this lung. So we have these pulleys coming up and down and pumping the air through a tube system up into the head. And the head has these artificial lips and an artificial oral cavity that
create the form, the accurate form of the air beam. 研究人员认为，透过音乐活动能够增进情感上的联系，因此特别在机器人身上加装眼部追踪系统，它能够追踪身旁音乐家的一举一动，在和对方合奏时，进而产生交流沟通。同样是站在人机互动多元化的概念上，位于台湾中立的国立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实验室里，则是开发出了钢琴演奏机器人。有别其他音乐机器人，中央大学所研发的机器人最大的特色就是音乐资料库的建立。大部分国内外的这种弹琴机器人，研究人员都必须将每一首曲子的音符转化成机器人可以判读，也就是电脑可以辨识的符号，或称为机器语言，再将此种符号建立成音乐资料库，来供应机器人演奏。然而这个过程相当耗费时间和精力。研究人员也曾尝试让机器人直接做乐谱的辨识以及听音的辨识，但都遭遇辨识率不足的问题。为了能让机器人顺利演奏，最后研究人员采用了由网络下载的合法 MIDI 乐谱档，简称 OVE， 来作为音乐的资料库。那 MIDI 档优点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从网络上下载下来，那这网站都是合法的，那我们可以把下载下来的就直接给机器手去演奏。那它的缺点就是有时候会遇到那种比较特殊的音符，像是五连音这种情况，那我会把它视为特殊的 special case， 然后接着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当下次遇到相同的情况的时候，我就会正确的判断成功。当机器人在弹奏时，必须考量双手左右横向移动的时间，以及手指上下弹奏的时间。如果乐曲中相邻的音符所需敲击的音键跨距很大的时候，机器手就必须要花时间去移动到正确的音键位置，这样就容易造成节拍不对以及断断续续的旋律。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些优化弹奏旋律的策略。如果为了合于节拍只要求移动速度，很容易使机器手的手指和琴键产生碰撞，而造成手指断裂的情况。因此缜密地规划机器手的移动路径、移动速度，同时控制机器手指在正确的位置与时间按压琴键，且能符合乐曲的节拍，这就是弹奏策略。另外，人的手可以自由地在琴键的上下左右间移动，但是以线性螺杆为导向的机器手只能左右横移，因此在弹奏半音的黑键时，研究人员加入了人机互动的模式以及打击乐器的设计，让人与机器人之间能够共享合奏音乐的乐趣。我觉得钢琴机器人它其实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譬如说在展览或者是在表演哈，譬如说餐厅啊或者是一些表演的场合，它可以去表演，有一个噱头哈。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也是想说可以把它发展变成一个教学用的机器人，因为有时候假设老师都一直盯正学生弹琴哪边错，哪边才是对的，哪边是该怎么弹哈。其实让他用钢琴去教学，让机器人去教学，机器人弹钢琴的时候，让小朋友去看说，哪些音是应该弹哪个键，说教学跟这个展览表演都有这个以后发展的空间。外墙上一架高挂的机器人正准备执行洗墙作业，鲜艳抢眼的环保机壳外形，安全稳定的实用设计，让他在2012年的台北国际机器人发明设计展上获得优异的成绩。
正修科技大学这项针对工厂储存槽、烟囱、大楼等墙面清洁所设计的多重感测智慧型机器人，目的是为了降低高空作业发生意外的几率，并克服风切效应的影响，执行有效的清洁工作。除了具有完整的洗涤装置外，着眼于高楼层风切问题的克服，是洗墙机器人创新的设计。它的方式就是利用了伯努利定律。所谓伯努利定律，就是当空气流动的时候，压力就会变小，流速越快，压力就越小。正因为有空气流动的地方压力小，因此会带动大气压力从四面八方往这个压力小的地方挤压。除了高空之外，地表下的地道同样是服务型机器人家族服务的范围。多功能管道清洁机器人拥有超音波模组，可以自行避开障碍物，配备视讯模组，让操控人员清楚地观察管道中的情形，而提供管道中破损的正确位置，则是依靠距离量测模组。这其中包括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元件，就是米轮器。米轮器的原理它是哈，这个缆线它要划过那个米轮机，啊，缆线走过的长度就是我们的这个下水道机器人走过的长度。那我们这个米轮机呢，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的下水道呢，有时候很深，深到一两米以下，深到一两米以下，我假如说这段缆线呢，我可以先把它扣除掉，所以我们这个米轮机有先做归点的动作，啊，做归点的动作，所以我们到了这个下水道口，我们才开始来计算，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很精确的量到那个下水道，这个机器人啊行进的这个距离。随着机器人的感知系统、控制模式以及人机互动等关键技术领域不断的创新和突破，机器人家族对人类的服务范围也越来越加的广泛与多元。就如同国际机器人联盟 IFR 的研究与预测，为了因应各层面的专业用途，到了2015年时，全世界将安装约93,800部新服务型机器人，这其中包括了医疗、国防、家用、娱乐等各类型的机器人。因此，许多国家进行的研究计划都专注在这个未来具有庞大潜力的市场，台湾当然也不例外。